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谭某，欢迎来到我的视频。然后我今天下班比较早，刚刚去取了一个快递，就是这个，是纹身贴。我一直看到别人纹的纹身挺帅的，然后自己也没有勇气去纹，害怕以后不喜欢或者是怎么样，所以说就去买了一个纹身贴来试一下。然后现在我拆开看一下。它是总共有10张啊，然后有几张大的，有几张小的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一个麒麟吗？然后这是一个二郎神，这是赵云吧？这是一个海燕吗？然后有一个修女，挺大的，我操，天哪啊！这些就是一些小的图案，这是一个鬼吧？这是2个阴差，还有一个贴在手臂上的西方的那种，一个钟，然后下面是十字架，还有这应该是《古墓丽影》的那个女主角吧？那贼漂亮，差不多就是这些东西。还是有点兴奋啊，贴着试一下。然后现在是刚刚下班回来，脸上全是灰，是一搓都是一层一层的泥。待会儿去洗了个澡，洗澡吃饭之后再贴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那现在就去吃饭，大家不要嘲笑我这个发型啊，不是我自己理的，是我一个在工地上的一个老乡帮我理的，也是一个小伙子，20多岁。我在理头发的时候，他跑着过来，他说他会理，他非要帮我理，我就说你帮我理吧。结果他拿着我那个推子过来，直接开到最短，就0.8毫米，直接往上推，哇操，把我后面一下推没了。后面一量，我才知道他根本不会剃，他就是想把我剃个光头。然后我就没让他理了，给他骂了一顿，就剃成这个样子了。那我自己修也修不了了，就。要长，重新长很久才能长回以前那个英俊的发型。吃完饭，喝个冰水，简直美滋滋啊！然后看一下它这是怎么操作的。这东西先要把那个轮廓剪下来，大概这个样子。现在是已经贴好了，然后我把它撕掉。还可以，就是太反光了，看着有点假。中午还是先休息一下，后面的晚上再贴吧，毕竟下午还要上班。还是挺帅的。2 hours later。2000 years later。下班了。幻想中，然而。完全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个效果。太假了，简直失望。